电话好吗？他说他现在太漂亮了，必须要跟我连线，给大家看一下他有多漂亮。来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嘉哥到底有多漂亮。今天晚上某宝没有，很正常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特别这个是大的，对，这个是小的。来，我来看看，让我们来看看嘉哥有多漂亮。哇、哦！辛苦的，不要去给客气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漂亮了，哇！乖乖，乖乖，你乖乖，你开那个，我真的演唱结束了吗？太漂亮了，我今天不在你的直播间出现一下，我都觉得不可以，都浪费了这个妆发是吗？演出刚刚结束啊，还沉醉在自己的漂亮里面。对啊，我就是要出现一下 ，Look at me。哇，好漂亮 ！Yes， 好漂亮。嘉哥喜欢大的，喜欢小的。嘉哥，如果你买的话，你觉得推荐大的还是小的耳环？我都听不到你的声音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喂喂喂！大概是一般小的，你看一下。哦，听得到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推荐哪一个东西？对 ，Which one？ 我推荐沈梦辰嘛，直接。啊，推荐我？好的，那你赶紧下单吧。我为你开一个链接。上链接。上链接，好，让我们三二一，上链接。哇，你今天，哎，你今天妆容真的美炸了！今天是你自己化的吗？完全听不到你在说什么，我都是不是戴着耳机呢？只能通过，我只能通过直播。